Hello， 各位，本期视频我们来看大众途观、斯巴鲁森林人、宝马 X1、马自达 C X5、丰田 RAV4 的泥地爬坡对比。第一辆朝我们冲过来的是宝马 X1， 每辆车速度不能超过25公里每小时，否则就看不出车辆的越野性能了。随着斜坡越来越陡，车主加足了油门，轮胎是一边打滑一边的开上去了，动力还算可以。第二辆是途观，这年轻人一个比一个不知道心疼车，大众车主这波操作神了，很明显是一个老司机开的车。第三辆是斯巴鲁森林人，他来了，他朝着我们走来了。斯巴鲁的四驱可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，车主是信心十足啊，油门都没有使劲踩。第四辆是丰田 RAV4， 日系我觉得除了霸道陆巡这类车以外，其他的 SUV 基本上就是城市里开开就行了。 RAV4 这个情况怎么说呢，轮胎打滑，看来那就是速度不够快。第五辆是现代途胜，韩系车在国内的销量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尽管在国外卖的挺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途胜会有什么样的表现。哎，卡住了，这不会就这么挂了吧。我的天哪，这都给他开上来了。最后一辆是马自达，我昨天从评论区才发现，没想到那么多人喜欢马自达，这外观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好看呀，咋就这么多人喜欢？马自达的速度并不是很快，感觉有点悬。哎呀，厉害了，接下来开始本场比赛的主体，车辆先要通过一段沙地，期间有段交叉轴，通过之后然后是一段湿滑的上坡路，再通过之后则算挑战成功。第二个登场的丰田 RAV4 刚刚在前面失手了，是时候在这个地方把荣耀抢回来了，轻松通过第一段交叉轴，随即是沙坡路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牛，这波操作完美，轮胎不带打滑了，油门控制得非常好。第三辆轮到宝马 X1 了，以宝马的四驱技术相信几乎没有难度吧。摄影师给了个大大的特写，宝马看来是想学 RAV4 的操作呀。可惜在顶部还是发生了一些打滑，现在轮到斯巴鲁森林人，斯巴鲁的四驱懂车的应该都知道一些吧，在有的人心目中斯巴鲁的四驱已经超过奥迪的四驱技术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如网友所说的这样。最后一辆是马自达 CX5， 个人感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哎，怎么回事，在这就出幺蛾子了，算是有惊无险的开过来了，接下来是爬坡了，马自达这次有点在劫难逃了。这个四驱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果然跟 RAV4 的情况一样，轮胎打滑上不去，让我们接着往下看马自达能不能把车开上来。